睁开眼睛我就想了这句，就是叫去关心星辰大海和一只小狗子在哪里安家。我就是想就是用这两句话就是来描述就是我的心里的那个情感。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它好像非常有故事性，有戏剧性，人物之间有关系，但是其实这种关系其实它背后暗含的就是绘画本身的那些最基础因素，就是你作为一个画家你能不能把这种东西表达到最好。比方说我们说的造型结构，比方说造型结构点线面这些基础因素带来的一种这种节奏感，画面的一种均衡，以及对均衡的一种破坏和超越，其实它是更多的时候是在探讨就是绘画本身的内在的这些基础。
间或者是时间从左边开始，远处的那块空地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嘛，80年代时候我们的时代，我们那个社会呢，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它有另一种很朴素的，让人很怀念的这么一种情感，或者那种风貌，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更多的物质化的东西。慢慢来从远处走进来，像这个空间这个拐角走进来，好像这个就好像是一个街角，跑到街角这个地方就变得比较激烈啊。它也有一点就是隐喻了一种像时间概念似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变得越来越多彩，变得越来越激烈的一种状态。最后我画这个闪电呢，实际上非常像这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就是这个唐代和唐以前人写的这个草书啊，实际上它不太像是画上去的，它倒特别像是就是像是书法完成的一个痕迹，它非常接近汉字，非常接近书法，中国画里面特别讲究叫写。强调就是我们有别于我们传统，就是看待一个画家者你的工作，而我们是想把它赋予一个新的一个意义，我们不再满足于一个仅仅制造一个图像，最后让别人识别一个图像，最终这个制造图像和识别图像就是遵循一个简单的权力规律，我们是想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开放，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变得就是更让人在里面享受到，就是你一个个体和艺术之间的一种更丰富的，然后更具有层次的，具有一个非单向度的这样的一种艺术上的自由吧。最真的东西，它不是静止的一个简单的图像。圆其实是一个打开的空间，它上面有曾经的废墟，有
幻灭的未来，但是也有你可能每一步坚定的脚步，所以其实蒙渊也是致敬每一个坚定的行路者。